生活了，赶快跑！袁崇修，要生活了，赶快跑！刚刚呢，我们的袁太太也为我们所有在这段时间呢、啊，在整个协助上，她致上了满满的谢意。毕竟我们身为一个司机员嘛，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感觉，所以说这个任务，感觉到非常的荣幸啊，能把我们自己的东西送到我们家里。